万事顺遂和一路平安。我们识字。你看前面两个字，两个大字叫什么？北市。沈阳。看不见。去吧去吧。看这外地人，这外地人。小伙儿第一次来沈阳旅行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那个地方。木木，你属实有点嘚了，咱俩吧。没有啊，你是不是照不出来人影啊？现在是王敬轩，还是妖羊啊？你头上有犄角，有犄角。身后有尾巴，有尾巴。谁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有一个小秘密。我有一个小秘密。谁给他唱了？谁给你唱了？东北人会更扛冻一点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可是阿兰没有办法。就是可以这样，就是可以这样疯狂。能拍到吗？拍不到啊，你们人也太高了。我把我这个给你吧。请隔天拍到邻居处理保洁，竟然帮助欧阳阿姨竟然去投资那个好演员。我怎么这么好笑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沈阳怎么样？沈阳，快说，沈阳怎么样？沈阳烤冷面好吃吗？沈阳烤冷面好吃吗？烤焖子好吃吗？烤焖子好，烤焖子是大连。哎，你怎么慢了？没慢。介绍一下这道菜。我在清洗大肠的时候，特意清洗了一半，保留了一半大肠的味道。我只想让大家在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就知道，它吃的是大肠。那你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？故意的。我把手机架哪儿呢？身后面这条路，哇，阳光大道预示着我们新的一年大吉大利。你好你好。
我原来是很聪明的，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？你知道我很淡定的，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偷笑？你明白我很努力的，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偷笑？这好像三个宇航员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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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狼狗啊！小沈要滚了！选辣条的嘞，我选辣条，这个传说中的辣条。现在你要去干什么？打卡照，打完呢？好，那怎么人呢？你好，要一杯煮红酒。哇，好，等一下。好，热乎乎的煮红酒，好嘞。哎，谢谢。就是要我常来着你 everybody 真的感觉他犯绿光，我们好，就说明我们2023一路开绿灯，耶，外地够干了，再高点呗，你快吃干净了，没有汤了，我想问他能不能加。
出了我们的无人机，拍摄了画面。可以。你为了这个，哎，不一样，好吃吗？豆沙里面豆沙，嗯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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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火车开过来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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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春的上游，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，闪过的念头，沾沾的流走。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。一整个宇宙，换一颗红豆，回忆如困兽。修炼爱情的灵魂，我们这些年已不简单，快乐变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对于这离去也已失响。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并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谁敢让我爱得不保养。快快快，我心起妹妹妈做三回，我敢回溯一游回中原，放下凄凉挡住，挡住。
备，三二一，转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确定看不真的吗？我给你个嘴巴子啊。老哥先看一眼，老哥看一眼，老哥看一下都看得到吗？会吗？老哥看得清吗？看得清。好，你稍微这样一点。嗯。好。但他没有手势什么的啊。那就这样了。就这样了。来，五哥。右手。好。右手会挡住后一个的。那左手。左手。左手。好。三二一，转。